再不走，二食堂的糖醋排骨没了。忘了正事儿了，走，快快快快走！哎，今天我们吃红烧肉吧。 哟，看什么呢？这么入神？走，最近八卦好多，有人通批上次篮球赛谎报军情来着。哎，看到校园美女从豪车走下，那一刻我的世界观是崩塌的。这谁想的标题啊？贱嗖嗖的。不过我喜欢。哎，有图有图，你别急。这样信号会不会好点？二喜，要不我们先排队吧？哎，出来了，别急嘛。 这图片上的包跟你的好像呀，你看。什么好像？这就是我。啊？哦，我记得那天小杨的妈妈是陆送我回来的。发帖这人神经病吧？什么情况都没搞清楚，就在论坛上乱说。还好他打了马赛克，算他有点良知。怎么办呀？先吃饭，然后找到他的 ID。 这个校园美女从豪车走下，那一刻我的世界观是崩塌。哎，一听就知道，又是个标题党，美劲。哎，这确实是我们学校门口哎，这女的身材还真不错。好好的庆大美女，怎么就想不开呢？真的是肥水都流了外人田了。拜托，在我们学校门口就是我们学校的人，思维逻辑不要这么简单好不好？ 而且，这说不定是人家自己家里的车。现在的人真会妄图生意，不但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，这是个第一次发帖的小号，查下 IP。 这个人还有个大号，叫光芒四射，你们知道是谁吗？光芒四射，这个 ID 很有名啊，我们学校外语学院的大才子，人长得帅，出身外交官世家，精通各国语言。哎呀妈呀，说起外语来，样子简直了。总之，比起校内来说，只差一点点。哦不，两点点。他叫什么来着？曹光。 曹光，可我又不认识他，他为什么发这种帖子？经过我对他以前发帖的推测，这个人大概是个愤青，估计真的以为你被……太过分了，我去找他。 情况啊！哎，看，美女，哎，这不是计算机系的系花吗？啊，同学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你们是外语学院的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，有啥可以帮你的吗？ 我想找一下曹光。曹光。啊，在那儿，那就是。谢谢了，不客气。
喂喂喂，什么事儿？同学，我来拯救你的世界观。这是什么？我是这个小男孩的家教，旁边是他的单亲妈妈。那天他妈妈跟我顺路，就顺便送我回学校。 曹光同学，看见别人从车上走下来，就产生一些恶意的联想，是你的事情。可你毫无证据就发到网上，就不仅仅是你的事了。那你想怎么样？删帖，现在跟我道歉。谁也不知道这张照片是真的是假的，你们计算机系想合成一张照片很简单吧？这不，连我都找到了。你不信？ 也不是每个女生从豪车上下我都会怀疑，不过你吗？原来你喜欢这么简单粗暴的以貌取人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不信吗？眼见为实总行了吧？正好，我的学生需要一个英语家教，你可以去试试。 不信，说照片是合成的。我去，他怎么不说他的照片是合成的呀？我去打他。加油，看好你哦。微微，你怎么都不怜悯一下我这样的弱女子呀？就让我去送死。你放心，像他那样的人打不死你的，而且还有我在旁边给你加油助威。好武同学。 那他不相信怎么办呀？也不着急，有什么好着急的？是假的也成不了真的，我自有办法解决。你真强大，走，走喽。 微微，来天宫。天宫，那么高级的地方。